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多项式啊，除以这个多项式，它的余式哈等于多少？它这怎么做哈？这个我们用那个同余啊，就是说呢，我现在哈，二 x 的三次方哈，加上多少呢？这个是x 的平方哈，加四啊。与什么呢？同余，这个就是说我这个多项式啊，除以这个多项式，它余式是零的，我就是某这个多少？这个是，这个的这是二 x 三次方加 s 平方加四啊。啊，这意思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的话，跟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呢？同余，我们叫零的话，除以这个多项式，余式是零的。也就是说，等一下，等于是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的话，余式哈是零的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现在哈把这个东西哈两边呢各减三，啊，这里减三的话就是二 x 三次方加上 s 平方，好，这边减三，这边减三吧，这变成是加一，与这个负三同余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哈，余式是负三的，余式负三。好，那两边的话哈，给它什么？给它三次方，给它三次方。就这个多项式的三次方哈，与什么呢？与这个多项式的三次方除以这个多项式同余。那现在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这个多项式哈，除以这个多项式，余式是这个。那这个多少？这就是负三的三次方，就是负二十七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多项式除以这个多项式，余式是负二十七，所以答案是负二十七。